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这个开箱视频试色是我刚刚拿到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赶紧来给大家拍这个视频。我希望就是尽快传上网，因为如果大家还能买到的话是最好。如果我PO网上的时候大家买不到的话，我觉得哎有点可惜，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太美了。它是迪奥今年新出的五色眼影盘，这个我相信有很多同学其实都有买到，而且应该都有看到。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漂亮，它一共有两个颜色的选择，但是这个颜色就是已经卖到就是官网已经断货了。我看到它是在好像是北美使用前快报吧还是什么的一个网站上，然后看到这个图片之后，我想也没想我就上官网去买，结果官网发现已经 sold out 这个颜色，然后我想说那就看看其他网站，比如说什么 Bloomingdale 啊，什么Neiman Marcus 之类，然后全部都没有这个颜色，只有另外一个绿色的那个可选择。然后我就在 Low and Taylor 找到它还有这个颜色，我就想也没想就赶紧买了。然后而且我还有问我朋友说要不要就一起买，因为我买的时候那个网站还有就是可以选择超过一个，就是比如两三个之类都是可以买到的。我不确定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就是如果我抛这个视频的时候，但是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有去查一下，就是刚刚我去查还有但是它显示的是就是叫什么就是没有多少了，所以我不确定就是说你们等到我看等到你们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有没有，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这个，因为真的很美很美。我先在手臂上给你们试一下色，它是一共是五个颜色，然后它是这个是像酒红色吧应该是，然后这个是香槟粉，这个是普通的白的那种就是画卧蚕的那个白色，然后这个呢是那种褐色，中间呢是粉色，它的都是亮面的，都不是雾面的，然后它的这个设计的造型特别像那种钻石一样，所以特别的漂亮。对，然后给大家试一下，先试这个酒红色，就它的粉质其实真的不错，比它就是普通的那个五色眼影盘来讲的话粉质要更细一些，不会那么的粗糙。然后是这个褐色，我其实没有蘸多少粉，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的上色度还是不错的。然后是香槟粉，再给大家试一下香槟粉，然后是普通的亮色，然后最后一个是中间的这个，这个其实有点像偏红的粉色，就这样的，每一个粉的粉质都是属于那种很像慕斯一样，就是软软的，然后细细的，就是粉质都是不错的，而且不飞粉。这一盘应该算是我第一盘买迪奥家，就是单独买眼影盘，因为之前买迪奥的眼影盘都是买那种什么套组啊，然后它里边有赠这种眼影盘，或者是像什么圣诞款的那种什么盒子，然后它里边带这个一个眼影盘那样子，单独的这样的眼影盘是我第一次在他们家买，然后我觉得这个眼影盘给我的惊喜其实还蛮大。我是很害怕眼影盘是那种，尤其是像亮的这种眼影盘，我很害怕是那种大的颗粒状，它这个完全不会有那种大的颗粒状，是那种就是那种闪闪的那种小的那种粉质，所以你
涂在眼睛上，你不用担心是那种大的颗粒然后掉进眼睛里。 OK， 那现在我给大家试一下色，看看涂上效果怎么样。首先我先用大号的眼影刷一下这个香槟粉色，用 Sigma 的 E45 去蘸取这个深的这个酒红色。它的上色非常好上色，给大家摆镜头调近。然后再蘸取这个中间的颜色，画在眼尾处，画在眼尾的地方。然后再画到下眼。然后用 Sigma 的 E40 然后把褶皱处的颜色淡开。用小号扁平刷去蘸取亮色眼影，画在眼头处。中间上面最后用扁平刷蘸取深褐色，画下眼尾。这支眼影画完了，然后我用同样的方法画一下这个眼影，顺便我把整个妆给大家补上，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OK， 现在我已经画完了整妆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眼影打造出来的就是效果是那种很自然的那种怎么讲，酒红色的那种眼影妆。其实这一盘大家看起来跟我之前推荐过 CanMake 的这个颜色看起来几乎是一样的，就觉得好像这两个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然后现在我给大家试一下，看 CanMake 跟这个颜色比起来是不是一样的。我就在同样的这个地方底下试一下，首先也是先试深的酒红色，然后就在它底下这儿试吧，然后再试深的咖啡色。OK， 然后再试给大家试一个，接下来再给大家试一下香槟粉。好，最后再然后再给大家试一下中间的亮色。然后最后再给大家试这个红粉色嘛，应该叫这个颜色。然后大家看一下对比。先说酒红色，酒红色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CanMake 的酒红色更偏砖红色，这个迪奥的这五色眼影盘更偏褐色嘛，应该说褐或者说是橘红色的，就更偏橘一点的那个红。然后褐色部分，这个CanMake 的这个更偏紫
就是这个褐，然后这个就是纯的褐色。香槟跟亮色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只不过迪奥的香槟色可能更加的自然，接近于肤色。再说红粉色，红粉色的话，Camake 家的这个是偏红，然后迪奥的是更偏粉，基本上这个颜色的差别其实并不是很大，只是Camake 的颜色要比迪奥的颜色可能要深一个色号的感觉。对，所以如果说大家没有办法买到迪奥这一盘，就是已经买不到的情况下，然后找它的替代品的话，Camake 的这一盘，Camake 的这一盘同样也可以打造出来是几乎是类似的颜色，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好，那这支视频就先到这里了，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拜拜。